突然觉得自己好 man 哦，做这个动作，拉着一根竹子，就不要卡住，卡住就丢脸了。为什么我这条这么难拉？这条是谁啊？来拔河。这个行吗？很远，然后它很长，然后又要在那个竹林之间找缝隙走，然后我还看不到肯纳。Are you okay？ 好吧，等一下你讲好，我好像需要你来帮我拉，我拉不出去，来吧。还好啦，10公尺而已。等一下要跟杰克多要一个小时。还是我要把你再拉回来？不要，来啦！我拉得很辛苦，不要。但是我在想，我们叶子会不会太多？因为我现在好像是卡在叶子，拉不下来吗？你看 ，Look at that！ 你看，你等我，我这样子。还是要再多举根。哎呀，好厉害，还是你厉害。那刚刚那个动作就多30分钟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叠在一起。把我的对齐。好，到了吗？那你到头，去头，然后我从这边。哇，哇，路是弯的，但我们直走吧。好，好像会比较好走。小心哦 ，OK， 一定要小心。可能要放下了，我看你会不会开始变窄。哦，真的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用爆的，可以。OK。哎，辉哥路开的蛮直的，不错。对，其实蛮直的，好像还可以，虽然有点窄，对，真的很直。我们会直接插进去哦，过不了弯的。对。喂，等一下，我看不到路。好，路在这哎，还是没有办法走在路上。那我们要掉头，得越野，要掉头，小心。可以。为什么卡住？等一下，我要从这边拉过去了。OK， 真的 OK， 还讲的 OK， 真的 OK。为什么我们走完竹子都断的乱七八糟？这个楼梯是 S 型的。刚刚那个稍微一个弯还可以，对，你还可以吗？我看在后面跟竹子快打起来了，我已经快被竹子弹下山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我觉得最后的一里路，我们是不是分开？你到下面等，我从上面往下插，从下面接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可以，这样 OK。那我们上来敲，对，位置敲进去，这样对。好，我把这边，我要去接。哇！啊，好 ，OK， 我先把它拉下去放地板。你可以直接从这里出去。聪明，好，先这样。好，第二个 ，OK， 已经碰到马路了，小心哦。OK， 来 ，All right，OK。我以为你轻松了，是这里，怎么可以三根竹子搞这么累？怎么可以搞得这么麻烦？下去啊！对，下来吧。OK， 我刚刚找到一个，直接出去。我直接出去，直接出去。太好了。OK， 怎么可以搞这么累？竹子。辉哥，竹筷、竹杯全部做好了。我觉得他们两个高估我们两个，有一点，对，有一点。辉哥，竹子已经锯干净了。我们上去了，他有教我们锯，然后教我们怎么拿，但他就没有教我们怎么拿下来。有了，他有说啊，你就拿前面就下去了。对，没错。重点是这两个还穿着木屐耶。对啊，太扯了啦！我从来没有想过啊，我会有一天。拖着一根8公尺长的竹子走在马路上，新体验，这是一个什么奇怪的感觉？想都不会想，到底要干嘛？好荒谬！接下来我们农场最近最火红的，味道最棒的，哇，这个就玫瑰啊，看似一般哦，
这个花瓣啊，你先，很特别。怎么说？特别在哪里？特别的，你看它整身，嗯，一般玫瑰人说玫瑰很多刺，对，又爱又恨，嗯，但是这个整身都没有刺，哎，真的哎，他可以手去直接握过的，为什么？这个是品种问题，那这个叫做香水玫瑰，俗称叫甜蜜，它的味道很甜，你闻看你会有恋爱的感觉，啊，香香的，对，甜，有那是。很顺，很顺和的甜味。这个是送女朋友很好，很适合，超适合。因为这个，我等下就要弄一株回去送给我老婆。也没问题，因为这个送给女生，然后没有刺。哦，对，它一定摸起来是很舒服的，味道又很浓郁，而且又很香。这个味道它很甜，味道也很香。所以它在开研发这个品种的时候，它是设定第一个，这个味道香到第一个连虫害是最低的。哦，对，因为它味道太香，虫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它想要吃的，味道太香了。不信你们自己扒一片来尝看。我们先吃吃看这个，你可以吃最下面这一片，最下面，把它最下面。来，对对对，这样，你吃它白色的地方，白色的地方，白色，它是甘甜甘甜的，带一点涩味，带点甜味，甜甜的感觉。这个比玉兰花好吃多了，这应该可以试着做冰淇淋。对，我们刚吃玉兰花真的苦到一个无以复加，哇。嗯，这个味道还不错。哎，这两个又不太一样。这个一样的，只是我这个，因为我要准备去做你们等一下打工的这个食材啊。哦，要准备一下嘛。已经帮我们想好要给我们招待我们的东西。当然啦，难得来一趟新竹峨眉，对不对？谢谢黄大哥。不，因为你刚刚是带我们参观嘛。对。这参观这么多植物，不可能是我们今天来到的，我们是有任务来。当然啦，对。因为我刚刚发了这个 app 出去之后，你们马上就来找工作，我好高兴。很积极的。其实这个工作呢，我是帮隔壁的这个阿姨啊。鸳鸯姨她的菜园可大了哦，好像那个菜园哦，高丽菜啊、茄子啊，跟什么秋葵一大堆，需要更多人手去采摘。好，那我就管理菜园，还是等我们了，走吧，走。辛苦，在这里吗？对，没有，帮我放在这儿，放在这儿，对，好。这样 OK 啊，辛苦，然后这样厉害，松了一口气，对，总算体验到弹竹子的乐趣了。哦，这个是热陶乐趣，好像热，热啊，热，很热，热，没错，热陶陶，对，讨厌你们两个嘛，两个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竹子拿回来了。哦，接下来干嘛？怎么处理？对，我们正常的话，竹子拿回来，我们要剖成一节一节，就像我刚才说，我们用一节一节做成竹筷子，但为了体恤你们。我们昨天大概半夜，凌晨三点就起来帮你们处理好了。这个明显就是哦，这是假的，真的假的，真的吗？来，我们来处理，来看这边。好，讨厌那里收回来，不讨厌了。OK， 这个是我们昨天，所以这就是一节一节的，这就是我们做一节一节，我帮你们处理好了，真的就对。我们很辛苦，昨天没睡觉，所以你把它中间那块都不要了。对，中间那一块都不要了，就是完全取中间那一节空的这块。对。然后这个是好的，对，这我们对，这是成品，对，这是成品，这是成品。哎，它的筷子，我以为是很粗糙那种，是就是弄成条状就好了。但是你看它的尾巴有收，它有收过。对，你看这个就还没有收，它还没有收。对，其实这个还在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在削过跟磨过，然后我们现在手工哦。我们现在正在曝晒，然后里面的水分晒干这样子。辉哥就像我讲，是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好，没问题。我的饭。基本上它可以当盘子，对。然后我只要手就这样推，用惯了，不用筷子了。平压式，这弓也太细了吧？对呀，哇！那你从这个一路到这里，然后到真的可以到大家手上用，要花多长时间？大概如果从这样去做的话，大概15分钟一双差不多。哎呦，15这么快？很快。你的，跟你讲，看手速，这跟那玉兰花就差一点。他们的速度跟我们都是不一样。你已经学聪明了。对。我们看手速。对，看手速，看手速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OK， 好，我们就进去做。我在里面是不是？在里面。好，来。OK， 这样带进去吗？哎，不用不用，里面有。好，这边，鸳鸯姨。你好，欢迎。哦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做泡菜。泡菜。是。我刚用了 app 找到两位帅哥。哦，谢谢你。啊，真好。可以帮你这个吗？
可以。那是要是摘高丽菜吗？对，高丽菜。有很多种，有很多种哈，我们厨房用什么就种什么。很好，好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换装。OK， 抓准时间，好好好好好。哇，好多植物呢！是啊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么大颗是什么？这是冬瓜。冬瓜。芋头冬瓜。哇，它有点毛，有刺刺的。这个是小的品种，新品种。新品种。那一般冬瓜都长在地上吧？哎，是啊，对，但是我们这小的品种就是长在棚架上，也 OK。那这个是会刺哎，这个大小是熟了吗？对，这感觉好怪哦。那我们认识到了一个新的品种，芋头冬瓜。是，那这边好多，你看木瓜，是，九层塔，九层塔，辣椒，糯米椒，糯米椒，对，辣不辣？辣的那种，哎，不辣，哦，香的，小鱼干啊，豆干啊，哦，这边有高丽菜，是，我们做泡菜都是用，就是要采这边的，好，对，那我来帮忙采取 ，OK， 好，在这边吗？这一笼，对，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夏天了。所以最后一批做泡菜，好，还有一些杂草我没有帮他处理，对，篮子放篮子我们就摆着，就采过来。OK， 好。这种小的也要吗？就是要采成这样子割下来。哎，对，好，小的不用哦，太小的我们从根部就可以。对，就这样子吧，割下来。这外面的一些比较老的叶子，把它剥掉。剥掉。这个不用踩弄太下去哈，这个这根部这样，因为越下面越难，对，因为那很老那根部哈，难怪。常吃高丽菜吗？其实我爱吃高丽菜，没有自己采过吗？我没有自己采过。没有偷摘别人的菜园过？没有，我们现在是正大光明，我们现在是任务。对，这个糯米椒可以吃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。你等下泡菜里面要不要加一点糯米椒？有。好 ，OK， 我帮你摘。这个要怎么摘？直接手一拨就掉了。鸳鸯姐说不辣，但香。这边的土壤怎么什么东西基本上都种起来啊？很肥沃。因为这个他以前二十几年没有种植东西呀，所以这个土地特别肥沃。修了很久。对。哦，这边是茄子。是，现在这个就已经成熟了。哦，这样子就可以剪了。完全无农药。对，完全无农药。真好。而且很软，很甜。他这个随便来逛个那个农场，就可以炒个三四道。对，是啊，新素食后就到自己的开心农场摘一摘，开心了，太棒了。我们把这两篮装满呢。好，这个感觉很嫩哎。对，这个不错哦。是。哇，辛苦。没事。来，这边还有三颗嘛。好。哎，这个可以。OK， 这颗漂亮。真的没有农药，你看就虫蛀，虫都跑来吃。哇！对，两大篮，来。这个才是最难的，对，这很重啊。OK， 哦，好的，真厉害，回家，走 ，Go， 做炮，快加入，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，赶快订阅。请问今晚助学家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